就是南庄模式是不是？他只要是以前我前面前面是那个时候。有这一颗，他没那一颗，不要喂，一时间吃他嘛。如果有那一颗，你下次他就挂掉。对啊，炸很快。当时啊，要验货，就是说你关了他那一颗，但是要讲，他死了。比赛就是这种感觉，就是说打，然后我想要打那个，可是不能打太开啊。可是我不知道怎么打对手。你讲，就是说好，就像你讲完之后，哎，我稍微弄一下，你才发现就很有效。不能打开哦，打开容易失误。不要想说打，可能你的边边角就是你四个角，你一定要尽量打，就是说。这里的地下现在的报告下午一点的反击正式人员陶土良方俊良陶土良方俊良陶央陶良下午一点的
对啊，在中间有一层是空掉，对，换流啊，然后。